即将开始喽。到底谁会赢呢？一号，哇哇哇哇！我想要参加这个喝奶奶比赛，嘴巴记得要松开哦。I don't like it. I love it, love it, love it. Uh-oh. So good it hurts. I don't want it. I gotta have it. Uh-oh. When I can't find the words, I just go. I don't like it. No, I love it.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在太平云溪，全台湾最长单跨大桥。哇，下面是俯瞰那个嘉义市区，可是因为今天雾比较浓，所以它叫云溪，但是因为这样而得名的。这里有一个镂空的，可以看。哇！这是眉山的太平36弯，哇，这个楼梯非常的高。我们已经走得这么远了。对。累不累？累死了。哇，我们爬了超高的。洞顶柠檬，红砖葡萄又绿茶。好，要再加双倍的。对，这样就完了。好，刚刚去买那个葡萄柚，它是真的到这个果皮，有果粒的果皮，难怪这么多人买。还有这个洞顶柠檬。第二天去绿营农场的鹅妈妈赛跑。来到绿营农场了，好，准备去看赛鹅比赛。赛鹅即将开始喽！到底谁会赢呢？五只鹅已经在暖场了，鹅妈妈正在热身助跑。到底谁会赢呢？I don't like it. I love it, love it, love it. Uh-oh. So good it hurts. I don't want it.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1号。1号，答案是3号，在领奖。I got it.
第一阶段的乔乃与塞尔比赛的牛奶糖刚抽到的，嗨，拜拜，下回见。